季收睇第四届欧亚杯乒乓球洲际赛。咁今晚咧，继续系请嚟咧就系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嘅队员萧建文教练，一为我哋评述下今晚嘅赛事嘅。又麻烦你喎，萧教练。唔客气。嗱，通过琴晚嘅赛事咧，就系欧亚双方咧系可以讲得系打成4-4平手嘅。咁换言之咧，今晚嘅赛事系由呢个亚洲二队对欧洲二队嘅，咁呢场比赛咧就可以讲得系呢次欧亚杯嘅决赛赛事嚟嘅。冇错啦，咁为咗要争夺咧系今届洲际团体嘅男子团体冠军啊，咁我相信咧双方面一定系会全力以赴噶啦。系啦，萧教练，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双方面嘅阵容先啦。亚洲二队嘅系由呢个中国嘅陈鸿灿同埋滕毅，加埋我哋香港嘅卢全松出赛嘅。咁欧洲二队嘅咧就有呢个英国嘅杜格拉斯啦，苏联嘅马祖洛夫啦，同埋呢个瑞典嘅皮尔逊嘅。哇，系乜有我哋香港队嘅选手喺度啊，卢全松啊。咁系啊，今晚咧咁啊，除咗系男子嘅团体比赛之外咧，咁啊仲会系进行啊女子嘅团体比赛嘅。系啦，咁啊萧教练啊，咁女子团体嘅比赛喺星马两站咧个成绩系点咧？总成绩咧就系亚洲队领先嘅，系2-1。咁嗰招局数方面咧就系13-7嘅，领先几多吓？咁系啦，咁啊闲话休题啦，咁即系带大家去睇下咧，就系欧亚洲际嘅女子团体最后一场精彩赛事，就系由欧洲二队对亚洲二队嘅。一波，而家由香港嘅齐宝华系对苏联嘅布拉托娃嘅。咁而家已经系第三局嘅赛事啦。咁啊，头嗰两局就齐宝华第一局嘅21咧系对17赢咗第一局，但第二局咧佢就输翻啦，19-21就输翻俾布拉托娃嘅，暂时局数1-1，而家第三局嘅赛事。呢个团体赛咧就系女子欧洲一队同埋亚洲一队嘅决赛嚟嘅，咁亚洲一队出嘅咧就系香港嘅齐宝华同埋中国嘅陈静，南韩嘅袁静和，而欧洲一队出嘅咧就系保加利亚嘅格尔切娃、蘇聯嘅布拉托娃同埋西德嘅尼美斯啊，咁呢局波咧就係齊寶華對呢個布拉托娃嘅蘇聯嘅。齊寶華嘅打法咧就係以攻為主啦，咁呢個布拉托娃咧係削球手嚟嘅。而家佢哋嘅大分咧就係2-1，亞洲隊領先嘅。齊寶華發個高拋球，發完球之後咧，主要就係以拉中突擊嘅戰術嚟到對付呢個布拉托娃。而家暫時就係齊寶華領先嘅5-1。布拉托娃採用嘅戰術咧就係削中反攻，6-1啦，贏到拋離5分暫時。呢個團體賽咧第一局咧就係西德嘅尼美斯對呢個亞洲嘅袁靜和嘅比數咧就係21-17、21-18，袁靜和勝嘅。第二局咧就係陳靜對呢個格爾切娃嘅保加利亞嘅，結果咧就係陳靜17-21、14-21輸咗嘅。咁呢局賽事咧就係第三場嘅賽事。齊寶華對呢個削球手主要就係用呢個拉弓嘅戰術。咁齊寶華咧喺早一兩集我哋競運新一代都曾經介紹過佢嘅，咁佢對今次嘅信心相當之大嘅。佢嘅打法咧就係可以講得係擺擺地啦，因為佢係要打一面長交，一面反貼嘅攻球手嚟嘅。佢嘅擅長咧就係兩邊倒板嘅，咁如果對方一唔留意咧，就好容易將個球打失嘅。咁喺星馬兩站咧，咁就係亞洲隊啊領先係2-1㗎，局數啊13-7就係領先好多嘅。
呢個布拉托娃比較被動一啲啊。係啦，蘇聯嗰布拉托娃佢打嚟咧就係好似唔係咁係有戰意咁啊。咩事啦？嗰個結婚完好見到邊？我見佢要換位嘅時候咧，就要將佢嘅名字咧要調翻過嚟。咁暫時積分牌就係10-3嘅，咁就係齊寶華係領先啊7分之多嘅。咁呢個就係布拉托娃啦，就蘇聯嘅代表嚟嘅。佢呢種咁嘅打法咧，琴晚呢個歐洲一隊對呢個亞洲三隊裏邊咧，從亞浩二嗰場波咧就係同呢個打法一樣噶啦。削住。這個球好細，拉落網。咁直板運動員嚟講，對呢個橫板咧，真係要考究呢個拉球嘅技術嘅。拉兩板，拆放一個短球，再推一板，再拆翻一板。呢板係佢係用咗呢個長膠嚟到拆，所以個球係突然間變咗下旋。呢個布拉托娃就拆咗落網。而家積分啊！齊寶華已經係11-4嘅啦，咁啊超前咗有7分之多嘅啦。咁呢個蘇聯嘅選手咧，布拉托娃咧借啲伊馬汗唞唞條氣先嚇。接發球生，又打落網啦。咁啊12-4啦。齊寶華想用拉上旋，鬥翻一板先，再鬥兩板，發搶攻啦。13-4。曼拉加力操，布拉托娃都唔係幾適應啊！齊寶華嘅拉球，守得唔穩。我見到齊寶華打得好主動啊！佢呢個一拉一削嘅打法咧，就節奏比較慢一啲。奮起反攻，再削一板。齊寶華側身抽，後殺斜線，最上打。通常佢直板打橫板削球咧，多數都係打佢中間左右啊。另外咧，扣殺兩大角多嘅。15-5。轉發球啦，5-15。下旋球猜一板先，好啦，的一板斜線，再打中間，佢人退得太後啦。5-16，佢又開個高拋球，下旋嚟嘅猜落網。6-16，再開分，又猜一板，呢個長膠猜落去好，好重下旋嘅呢個波，猜翻住先，反攻出界。我見到咧，齊寶華好似控制曬整場賽事咁啊！打得好主動，打得主動。18-6啦！又打中間，拉兩邊扣殺中間，轉發球19-6。咁齊寶華都攞到2分咧，就可以贏埋呢局嘅賽事。因為佢都唔係幾適應齊寶華個兩邊調板嘅打法。接近下旋啦，蔡麗敏。咁啊，比賽完啦。咁啊，齊寶華咧就係21-6，21-6贏埋呢局，即係局數2-1啊，贏咗蘇聯嘅布拉托娃嘅。咁啊。以起香港嘅比賽啦嚇，咁啊亞洲咧以5-2咧就贏咗就係歐洲嘅女子隊嘅，咁啊總成績咧就係3-1嘅，咁佢哋歐洲亞洲隊咧又係蟬聯咗第4屆嘅女子嘅團體冠軍喎。係啊，係啦，咁啊我知道咧，咁啊陳靜咧呢個係奧運嘅金牌得主啊嚇，咁但係佢喺香港嘅表現就唔係咁好喎。咁我知道咧，佢就係1-2輸俾西德嘅尼美斯嘅，係啦。咁啊，蕭教練啊，咁你啊認為
即係陳靜啊，今次喺香港表現成點咧？陳靜喺今晚咧就打咗三場波啦，總共。咁我睇佢嘅精神面貌就表現得麻麻，唔知係咪身體唔係幾舒服啊，定係點樣？咁其次咧就我就覺得可能佢有呢個奧運金牌得主呢個包袱。哦。咁啊，所以喺唔係幾想輸啦，唔係幾想輸嘅情況之下又放唔開，咁啊，所以打得咧就好窒。咁係啊，即係如果話你係啊壓力大，同埋你唔可以孭住包袱嚟打，你唔能夠放開包袱嚟打咧，變咗個表現可能唔係咁好㗎嚇。咁希望佢能夠咧就係遲啲能夠係放開包袱啊，打翻放啲啊嘛，成績打翻好啲啦。咁我哋稍微休息一陣間啦，翻嚟就將會又係男子隊嘅團體賽事啦。好，休息一陣間。蕭教練啊，咁啊女子團體咧已經名花有主啦嚇，咁啊亞洲女子團體咧就蟬聯咗第四屆嘅冠軍啦。咁至於男子團體方面又點咧？咁我知道我哋尋晚就睇過啦嚇，咁暫時紀錄咧就係4-4啊打和嘅喎，咁今晚就決勝負噶啦。咁你認為有冇機會啊亞洲隊？機會好高。好高啊！我睇。OK， 咁啊，下面有題，一睇下男子團體嘅冠軍爭奪戰先。過影嘅咧就係亞洲隊將會派出咧就係中國嘅選手啊，滕毅嘅，咁啊對尼爾遜。咁而家過影係第三局嘅賽事啦。咁頭兩局咧就係1-1打和嘅。咁第一局咧就係滕毅以21-16咧贏咗第一局，但係第二局啊俾尼爾遜咧以21-11贏翻一局嘅，咁咗呢局就決勝負啦。第三局。呢一局比賽咧，邊喺團體賽裏邊咧係第四場嘅賽事嘅。喺前面嘅賽事裏邊咧，滕毅係以2-0贏咗呢個杜格拉斯嘅，盧傳松咧就係0-2輸咗俾皮爾遜嘅。咁第三場咧就馬祖洛夫對陳龍燦咧，陳龍燦係2-0贏咗嘅。咁而家呢一場波咧就係第四場嘅賽事嚟嘅，第四場第三局嘅比賽。咁今晚嘅發揮咧，滕毅可以講得係打得好精彩，好放。哇！呢個瑞典嘅選手啦，嚟皮爾遜啦，咁佢同阿滕毅嘅大家打快波啊。頭先我見到好多板，大家都係打得好精彩嘅。呢個皮爾遜咧就係上一次即係舊年嘅歐亞杯單打冠軍嚟嘅。呢個皮爾遜。來頭都唔少㗎，係來頭唔少。啊！觀眾喺度為滕毅鼓掌啊！咁香港嘅觀眾梗係捧翻係亞洲隊嘅隊員啦，咁尤其是係香港嘅盧傳松或者係中國隊嘅選手，更加有親切感啊！呢個打一個下旋，好重嘅下旋，俾佢插落網。雙方都打得好謹慎，一分一分咁樣上。轉發球啦，咁啊又係皮爾遜發球。喺呢個乒乓波比賽裏邊嘅發球接發球咧，係好緊要嘅，喺一場喺呢一分波裏邊，係下一分點下一個波點樣打咧，就主要就係從呢個發球同埋接發球開始啦。咁所以如果接發球能夠主動起板拉先嘅話咧，呢一球波嘅主動權就喺呢個接發球手呢邊。睇下點接發球，猜翻一板短嘅，然後正手打斜線，好球。而家係5-3啦，咁啊，滕毅咧就係領先兩分嘅。猜翻個短，短嗰頭啊，接得獨嗰頭，再猜一個正手，好。佢睇中佢想側身嘅時候咧，要變佢正手啦，猜過佢正手，所以佢走唔到嘅時候就失誤啦。換發球啦，滕毅發球。發球上攻，係啊，發一個拉起，好，你一定要咁樣打。7-4啦，
咁啊，滕毅啊领先三分嘅。猜反个。而家睇下滕毅咧就企喺中间，嘅主动权比较掌握得好啦，左嚟左打，右嚟右打。仲系滕毅发球嘅，已经系八对四噶啦。走过去反手跳翻翻嚟，侧身唔够位啊！呢个球喺中间。八对五，领先三分。两个球都挡得好，但呢个侧身唔够位。在这个时候每一分都是关键，滕毅发球老细的，这个拆翻一板先，第二板插下去好像九对六，转发球六对九，起身发球网球，接發球上拉，控網出界呢個波。六對十，十分之後咧就要第三局嘅十分到咗之後就要雙方交換場地啦。大家冷靜一下。已經領先四分㗎啦。咁啊，如果滕毅贏埋呢局嘅話咧，咁啊以局數啊係2-1啊贏咗皮爾遜㗎啦。六对十，等等出界呢球波啊！六对十一，冇事。佢指下讲咩？佢话个波有水啊！拉上去，拉一板斜先，边边直先，打唔到。打得好小心。李俊发球，两板高球，左边打右边边线，再打右边，好球，好斜啊！呢个李俊好硬啊吓，滕毅杀咁多板啊，都杀佢唔死咁重球。滕毅现在人高，力量大。第一次慢鏡啊，殺咗好多板啊！有時呢啲高球好難打噶，又浪夾。我見過啊，中華留得個小老虎啊，就係啲放高球啊，殺唔到，殺到手軟啊！冇力啊，佢力量細咯。係啊，成日打得靚嘅。滕毅嘅反手咧，能夠打斜直線，而且咧速度比較快。用反手嚟撥兩條線，好似嚇變得好。65-6。喺台嘅旁邊出去嘅呢個波。滕毅發球。搶拉直線，好再變。佢喺主動權喺手裏邊咧，佢就可以咧控制咗佢，先打發佢啦，先打開咗佢咧，就變咗佢近咗台，自己唔使近台啦。17-6啦。贏多四分就可以贏呢局賽事，又攞多分，又攞多分，18-6，打失咗，18-7，十
18-7轉發球，7-18李俊發球。看來這個瑞典的好手都沒什麼辦法，對著藤毅。辦法冇事啊！7-19，揸緊啲，唔好放鬆。咁藤毅攞咗2分就掂噶啦，我贏咗呢場嘅賽事，好嘢！又追翻一分，皮爾遜9-18。差翻翻點嘅先，藤毅啲步伐從左邊走嘅又唔幾快速。9-20嘅咯，贏多分得噶啦。贏多分得，差翻佢隻身，冇啊。比上去先，可以啦。可能到呢個環境好有信心啦嚇，只有超離10分，打得好放心。放高球，2個、3個，有側旋嘅呢個，4個，射板誒跳出橫籃板，5個好球，上翻頂翻一板，哎呀打失啦。咁相當精彩，仲有少少表演啊，兩個選大家嘅表演。21-10。好，再睇下慢鏡先嚇，呢兩位選手啊，好精彩，純粹係俾觀眾睇嘅。睇下行過呢個高球第一板，行喺呢板放高球過去咧，有啲側旋嘅嗱，跌落台之後向左邊走噶，佢出咗個板出邊嘅，走翻入嚟啊！走翻入嚟，都救到。呢位好快，好快脆啊！走得好快脆啊！打失真係唔抵啊！咁結果藤毅咧就贏埋第三局嘅2比1，贏咗瑞典嘅皮爾遜嘅。我哋稍為一息陣間先。第四屆歐亞杯乒乓球洲際賽男子組嘅團體賽事，咁就係亞洲二隊對歐洲二隊嘅。咁而家係亞洲隊派出嚟香港嘅盧傳松啊，係對住蘇聯嘅馬祖洛夫。咁喺前面嘅賽事咧，就係大分咧就係中國隊係4-1領先嘅。如果呢一場盧傳松呢一場波能夠贏咗嘅話咧，唔知呢個亞洲歐亞杯咧就係亞洲隊贏咗噶啦。但係如果佢輸咗咧，就大分會打成2-2，咁後邊就好難講啦。即係仲有機會啊！咁而家已經係第二局嘅賽事㗎啦。咁第一局咧就係盧傳松就輸咗20-12，係俾蘇聯嘅選手嘅。咁而家第二局嘅賽事，如果係盧傳松再輸埋嘅話咧，變咗就呢局啊輸咗俾個蘇聯選手㗎啦。但係佢贏翻嘅話，咁有機會再追落第三局贏埋嘅話咧，咁啊有機會攞咗就係歐亞杯嘅冠軍男子。全體嘅冠軍㗎啦！我哋都希望盧傳松能夠贏。好，睇佢變成點先嚇。好。咁呢個馬祖洛夫咧，就過去咧就好少機會到盧傳松㗎。咁啊，內行人咧都係睇好呢個盧傳松嘅呢場波。一接花球。10-4。天，而家又打成平手噶啦，咁睇下盧傳松有冇機會咧，就係能夠贏翻呢局嘅賽事。盧傳松接發球啦，猜翻一板長嘅，長得滯啦，頂過去。11-10，睇睇慢鏡先嚇。盧傳松嘅打法咧就係攻守結合噶，而呢個馬祖洛夫咧就係兩邊拉弧圈球，反手弧圈，正手扣殺，好球。12-10，咁啊呢個蘇聯選手啊領先2分啦。
比分都咬得好緊噶。哇！呢班人力量好大啊！呢個馬祖洛夫佢嘅殺球真係幾勁啊！咁啊，盧傳松追翻分先。盧傳松應該要加強攻勢先得。12-11，馬祖洛夫發球。唔射，鬥翻過去，鬥翻過去係冇乜勢嘅。12-10啦。阿松加油！但佢唔變好唔得，因為全場啫，都係香港嘅觀眾多噶啦嚇，邊個都係企佢嗰邊噶啦。阿松點打？走過反手嚟到用，係啊，走過正手用反手接。盧傳松嘅信心睇嚟都係差啲啊！可能有啲緊張啊！冇理由走過去正手用反手接波噶嘛？咁有啲緊張咧，知道自己係贏咗呢局賽事嘅話啦，咁攞冠軍嚟啊，真係少緊張啊！流油啊呢個！一陣定啲先至得啦，盧傳松。流翻過去，你反抽殺打失。12-15。盧傳松落後三分嘅，對佢自己嘅打法，我睇盧傳松好猶豫啊，都唔知削啊定攻好，係咁鬥。咁其實打啲乒乓波啊，咁啊都係有鬥啲黑星嘅，會唔會咧？即係食隔食隔噶，食住咁嘅。好差，網球。再次開個波，頭先係網球。12-15，冇乜信心，冇理由咁打嘅。呢板佢都咁樣揞過去，一係就發力抽，一係就走內削，無所適從啊嘛，係咪？啊，打到打成咁樣，12-16，頂翻啲先得啊！盧傳松，好多觀眾都企喺入邊嘅。唉，咁打啦，對啦，一係就快力打啊嘛，咁樣揞下揞下，鬥下鬥下冇用啊！聽過你講啊！快力啦，快力啦！13-16，又追翻分先，打多一分，贏翻一分啦！檢查下台先，睇下有冇唔係執波啊，同隔離哦，乜嘢？阿松發球。好犀嘅呢板波，削住先，唔好咁揞啊，打啦！被動啲，自己都能啊，揈下揈下。轉發球16-14，咁啊就係由馬祖洛夫咧就係發球啦。接發球係關鍵啊！而馬祖洛夫咧贏咗第一局嘅賽事啦，雙方面打到貂蟬戰係分出勝負嘅。咁暫時第二局嘅賽事咧，仲係就係馬祖洛夫係領先嘅。真係雙輸球得，又鬥啦，唔得啊！咁樣擦邊，係好彩嘅呢個，控網擦邊。咦，又追翻近啲啦喎，揸分啫而家。16-15，盧傳松只係落後一分啫。盧傳松接發球，睇點接，係猜翻一板直線先，打啦。有。好。16-10。一定要調動馬祖洛夫喐啊！係一。咦，最近喎，阿盧傳松啊，有冇機會贏翻啲局先？接發球，佢哋都知道盧傳松嘅接發球弱啲啊，所以每一個波都針對佢嘅正手嚟到發出去。17-16，又係一個正手格位波。好啦，好被動啊，同埋呢個接得高。馬祖洛夫咧，佢扣殺咧就好勁嘅，好有力。
成個大飛刮落嚟，佢哋聽。係啊，你睇你。聲刮落又斜出。18-16，領先兩分。而家從形勢分析咧，亞洲隊咧仲係好定嘅。佢呢個輸咗最多咪4-2啊，4-2下邊一場咧應該係陳龍燦對呢個皮爾遜嘅。啲路傳仲應該放開嚟打。轉發球16-19，咁路傳仲係落後三分嘅。局數咧，亦都係啊輸咗一局嘅，呢個第二局嘅賽事啦。睇盧傳仲可唔可以做英雄啊？如果贏咗呢個皮爾遜馬祖洛夫嘅話咧，就咁啊，佢哋團體冠軍係屬於亞洲隊噶啦。鎖住佢先。又追翻一分，17-19。松已經打得好靚㗎啦，呢板走翻上嚟削一板，壓得唔夠，好追翻一分，有機會㗎，20-18，自己發美球。18-20，盧傳仲發球。削翻住佢先，哎呀咁鬥好啦，21-18。咁就馬祖洛夫嘅蘇聯嘅選手咧，就係贏埋呢局嘅局數2-0，就贏咗香港嘅盧傳松嘅。咁我哋休息一陣間先。男子組嘅團體賽事啦。咁啊，頭先我哋嗰局睇過咧，就係盧傳松啊輸咗俾馬祖洛夫啦，變咗就唔能夠係以5-1啊贏咗今次嘅歐亞杯嘅冠軍嘅，變咗呢個責任就交俾陳龍燦啦。咁暫時佢嘅總數咧就係亞洲隊以4-2係領先嘅，啲陳龍燦贏埋嘅話咧，咁亦一樣係贏埋可攞咗今次歐亞杯嘅冠軍噶啦。佢嘅對手咧就係皮爾遜。咁啊，運動員喺呢個時候咧，睇佢前面兩場嘅比賽咧，都係打得好漂亮嘅。咁喺呢個時候，如果佢唔鬆下口氣嘅話咧，陳龍燦唔鬆下口氣嘅話咧，應該贏佢係冇乜問題嘅。咁但係比賽終歸係比賽啦，技術嘅發揮係由呢個思想控制噶嘛。如果佢諗差咗、放鬆咗咧，又會另外一個樣出現嘅。咁呢個陳龍燦發球嘅。11-13，落後兩分。高拋發球。而家皮爾遜嘅進攻啊，好強烈噶。轉發球啦，14-11。接發球都起板打住先。陳龍燦就係中國嘅選手嚟㗎，咁係世界排名第三嘅噃。佢嘅打法就係左推右攻。15-11，皮爾遜就領先，側身拉起，推翻板，邊直先，邊好球，1點打2點啊，變大角度。15-12，如果調動到呢個皮爾遜走動咧，就可以攞到主動啦。變一板斜線，走唔到位啊。15-13。皮爾遜發球，陳龍燦點樣接？插翻住先，
插佢反手唔得啊！16-13。皮信嘅反手起板都冇手影啊，快而準。變啦！想接翻嚟的起佢，同望出界。好，打中間，打連續兩板，好好牌，連續兩板反手，一定要咁樣打先得。14-17，咁係落後緊三分。打中間，反手。越追越近啦，16-17，落後一分嘅啫。陳龍燦，17分，比分拉得好近。陳龍燦發球，上傳球，哎呀，高得滯啊！呢個球發得，俾佢偷襲到啊，睇到路啊，我側定身嚟打。18-17，轉發球，皮信發球，踩翻短嘅，好，重要出球，18-18。呢一局球好關鍵噶。插翻短嘅，推擋。捉住佢反手先變線，哎呀，勉強啊！呢板太急啦，起得。起太急啊！啊，起得太急，即係心急想打死佢啊！見到佢走失咗位，俾人打死自己啊！出咗。19-18，陳龍燦接發球，哎呀，得滯啦呢板球，佢啱噶，佢睇見佢側身嘅時候，佢想猜板正手，結果猜咗落網，啊拉起先，好球。接發球拉起，20-19啊！哎，可唔可以追翻一分？同佢貂蟬唔得。的起先，好啊！係啱啦，揾個手腕嚟嘅的起呢一分波嘅，20-20。平手啦，咁啊。不過我睇陳龍走，好似唔係幾緊張咁嘅個樣。慢慢短嘅先，側身拉起，被動啊呢板，哎呀被動啊！佢走過正手嗰班打得太輕啊，冇發力啊。21-20，皮信只要贏多分咧，就會贏咗第一局賽事。猜翻埋，哎呀又短得滯啊呢板接得。哇口未完咋，咁啊皮信啊22-20咧，就贏咗第一局嘅賽事嘅。輸得好唔抵啊！雙方面嘅變化相當之好啊，打得好接近啊。不過從呢局波嚟睇咧，陳龍燦似乎係打得牛咗啲啊，牛咗啲。尤其是丁前嗰兩球波咧嚇，一拉斯個波咧就佢打落網啊嚇，另一個可能即係冇乜思想準備啦。佢前面可能希望盧傳松能夠贏咗馬祖洛夫咧，咁就佢唔使打啦。咁冇乜喺冇乜。唔想打嘅情況之下出場咧，咁啊發揮啊，可能要。但係你作為一個運動員都好希望能夠出去打噶嘛。咁第一局咧就陳龍燦啊輸咗啦，咁睇下第二局點先啊。Love one。喜信嘅打法咧就係兩面都可以拉回圈，而且咧就冇手影睇嘅反手。1-1平手。大家都喺度爭取主動。好球，呢個變得靚啊！呢個推擋直線咧，就我成日見到江嘉良好中意咁打法嘅。喺尋晚啦，我見江嘉良啊贏幾分都係連續攞幾分都係咁攞法。呢個變線咧就要一定要睇對方嗰個走位。喺佢側身嘅時候，你變咧就有作用啦。即係失咗位，走咗嗰個邊。係啦，所以乒乓球嘅
比賽嗰個反應個速度啊，真係唔可以講得係咁多項運動嚟講嘅要求高嘅。一比四，一比五，超快。二對五，睇下陳龍石可唔可以贏翻局先。而家因為第一局咧就輸咗噶啦。二對六，裴宇信啊領先四分。佢只而家搖頭啊，呢球波落咗網。三對六，點球先？猜翻一板，哎呀，推落網，冇理由噶。轉發球，七對三，裴宇信發球。李富盈都好緊張啦。見到江家良喺打條呔咗西裝喎，同曬成。江林出場啊嘛，江家良喺兩個月前結咗婚。新婚啊！八對四，裴宇信發球，猜翻一板，哎呀想。好老嘅呢班想佢想打佢，追身打佢，出咗界。九對四 ，set 翻住先，唉，冇得睇。陳龍山如果唔退台咧，呢板波仲可以等，退咗去後邊嘅啫，只能夠挑翻上嚟啦嚇。冇，如果喺前邊咧，仲可以 set 翻落去，撳翻住佢。咁盧傳松啊輸咗俾馬祖洛夫之後咧，咁啊攞冠軍團體冠軍嘅責任就一交咗俾阿陳龍燦啦。陳龍燦只要贏咗呢個裴宇信嘅話咧，咁佢哋亞洲隊就可以攞咗團體嘅冠軍啦。如果佢贏就五比二贏啦，如果佢輸咧就變咗四比三，又俾人追翻一分啦，局勢又緊張啲啦。暫時陳龍燦得落後嘅，咁啊輸咗一局，而家第二局嘅分數仍然都係落後六對十一。出翻近啲先。陳龍燦咧就係左推右攻噶，但係佢一定要爭取先側身，打住對方先。哎呀！同埋打佢打唔到裴宇信嘅正手啊，係咪？打唔過唔到佢正手。即係冇手應足㗎，你啊呢個呢間球幾靚，反手又靚啊！喺前邊一撥。直情用個手腕一彈出去啊！陳龍燦自己都搖一搖頭啊，冇計，諗下計先要。啊，猜翻正手，好球。十三對八，一定要變化先得，冇得講。十四對八，呢個波冇得救。陳龍燦已經接得好噶啦，佢。賴網擦邊，好反手弧圈噶，哇！連續打兩板，陳龍燦唔好退台。一見到你啊，周教練。哎呀，連高波都打埋失，冇乜信心啊，陳龍燦。而今次咧，亞洲二隊咧就係由兩個嘅中國選手係配上香港嘅盧傳松咧，就係成為亞洲二隊嘅。實力都幾平均嘅，其實。歐洲二隊咧就係由一個瑞典嘅皮爾遜啦，咁再加上蘇聯嘅馬祖洛夫啦，咁再加上就係英國嘅杜格拉斯噶。佢呢三個又係好平均啫，有得打啦，所以。前面幾局嘅形勢咧就亞洲隊領先好多嘅，但打到而家就好難講啊。追翻一分先，十一對十八。阿陳，我要縮翻個短嘅呢個球靚。轉發球，十九對十一。
你唔好睇嗰張乒乓波台咁細啊，走起上嚟真係好吃力噶，因為佢快啊嘛，要求速度。兩邊調動佢。19-12。插翻板反手，側身拉起，可惜出界。20-12啊，應該係第二個賽事啦。陳龍燦就輸咗第一局，而家第二局又落後咗。追翻分先，13-20，落後七分。偷佢正手啊，已經俾佢睺準咗。遲一啲啊！啊，即係遲一啲啊！20-14。佢應該早就應該咁打啦。插翻短嘅。20-15啊，唔追幾分啊？呢三個球都用三個不同嘅打法。哇！呢個老經驗啊，一見俾對方連追幾分之後，扎地抹汗，透透條氣先嚇。哎呀！唉，接翻球先。係咪話口未完啊？即刻咧就贏多分啦。21-15。咁就係皮爾遜啊！啲21咧就係21-15啊，贏埋呢局嘅。咁而總局數就係2-0，就贏咗陳龍燦嘅。咁我哋稍微休息陣間先。咁啊，頭先我哋睇過啦嚇。咁就係陳龍燦咧對皮爾遜嘅。咁啊，最後咧陳龍燦以0-2啊輸咗皮爾遜嘅。咁跟住落嚟啊，另外一場比賽咧，咁啊陳毅一樣啊輸埋俾納馬祖洛夫嘅。係啦，蕭教練啊。本來亞洲隊咧大好形勢噶嘛，到盧傳松嗰陣時咧就贏緊4-1，但係盧傳松輸埋啦，咁陳龍燦就輸埋啦，陳毅又輸埋，4-4噶咯喎，大分又係4-4，大分就4-4，而啊亞洲二隊對歐洲二隊咧又係4-4，換句話講咧，而家呢個生死存亡嘅站咧就傳落去俾盧傳松啦，咁盧傳松咧將會係對住係英國嘅道格拉斯嘅。咁啊，邊邊贏咧，就邊邊攞今次嘅團體冠軍噶咯喎。係啊，因為盧傳松咧過去打杜格拉斯咧，可以講得係未贏過噶。咁所以咧，包括我諗亞洲隊嘅教練許兆發，或者係李富榮咧，我諗佢哋都唔會睇好盧傳松。哇！但係亦有部分人啊，希望會有奇蹟出現。啊，咁啊，希望啊，盧傳松咧能夠啊～支持近乎勇，咁啊打啲好波俾我哋香港啲觀眾睇下。咁呢一局波咧，對盧傳松嚟講咧，佢係佔咗呢個天時地利嘅人和都佔埋。咁希望佢喺咁好嘅形勢之下咧，能夠發揮出高嘅水準，先至能夠贏到呢場波嘅。呢個係第一局嘅比賽，我睇下盧傳松點打啦。4-0落後，哇！好犀利啊！呢個杜格拉斯好犀利啊，開始就搶攻啊，連攞五分啊，而家係以五分係領前噶啦。佢係兩面攻噶，兩面都可以攻噶。可以唔有？第一板就拉，反手拉佢，又係左手添。如果唔打慣咧，就幾難受下噶。削翻一板先，係啦，再削一板，走翻上嚟。呢板就算佢打到咧，盧傳松都會起板噶啦。1-6，追翻一分，哇！睇下贏翻分之後，在場嘅觀眾啊，多浪俾啲熱烈嘅掌聲嚟鼓勵佢。啊！呢板係慢鏡頭嚟噶。而呢英國嘅杜格拉斯啊，佢打得好似好有自信咁啊。佢過去未輸過俾盧傳松啊嘛。怪得知啦，咁樣信心上已經贏咗一半先啦。一見開波就已經好有信心，佢打法咧，直情好有信心咁去打嘅。但係佢都知道責任重大啊嘛。佢都唔想輸噶，大家都有思想包袱。阿松加油！3-6，落後三分啫。而杜格拉斯都知道咧，就係盧傳松因為有天時地利人和，所以佢一定要係盡量一早嘅。佢都唔敢放鬆。打低啊盧傳松嘅信心先，希望能夠搶攻。盧傳松嘅打法咧就係攻守結合噶，嗱又守下又攻下先得，係啦。你呢板係想去攻？6喎，係啦，又追到近嘅成績噶啦，落後一分啫。佢都唔敢放鬆噶。6-5，杜格拉斯發球，削翻佢先，係啊，竇翻過去，好起板，削翻一板，再削一板，再加勢，好勢噶，哎呀，竇翻過去，哎啱啦，改變。
變咗旋轉啦。嗱，佢初時錫嘅時候咧就係重下旋嘅，咁啊過咗正手咧，佢竇過去嗰板咧就變咗上旋，所以杜嘉欣先唔適應就打出界啦。誒，猜住佢逼住佢側身先。杜嘉欣好球啊！你咪打得靚。7-6。送翻正手，削住，再cut一板，好啊！呢個哇，重下旋啊，受得靚。又一次平手啊！阿松好投入啊！而家，哎呀，死啦！發呢個心口球。本來盧傳松一早有機會嘅，佢只要贏馬祖洛夫咧，只可以攞冠軍。而家責任啊，再次翻翻轉頭，俾個機會佢，睇下可唔可以啊！擊敗呢個佢嘅黑星啊，杜嘉拉斯啊！削翻一板先，再削一板，係大力咗啲啦！呢一場嘅比賽啊，可以講得勝負啊，全部喺盧傳松身上啦！有啲運啊！擦邊，係啊，贏運啊！佢兩個波係差唔多不相伯仲㗎，但就杜嘉拉斯稍微高啲，我見嚇高咗少少。盧傳松如果要贏嘅話咧，喺第六場嘅比賽，如果贏咗馬祖洛夫咧，就唔使打到而家啦。但打到而家咧，仲有個機會。搶攻好，作為一個削球手啊，喺對付強烈嘅攻擊型選手的情況下咧，除咗削，仲要反攻，用利用呢個反攻嚟到擾亂佢嘅打法。9-10，落一分啫。好，削翻一板，再削一板。唉，呢板好細嘅，因為盧傳松呢個反手嘅膠皮咧，佢削過去嘅球嘅性能嘅變化比較大。在場嘅觀眾好犀利，我見到啊，哇！佢一贏一球波啊，全場嘅觀眾嗌佢加油加油咁叫。你有冇叫加油啊？笑啦，李富平笑啦。你有冇叫加油啊？我同李富平講，我話唔使驚啊，盧傳松有機會贏啊。佢唔出聲啊。好球，接發球。好，哎呀，位置差咗少少，搶攻都係啱噶。13-10。落後3分啫，好好路啊！呢班接得啊，取翻分，幾多人話好？正手13-11，你係得嘅，大聲，你係得嘅，好，又追近咗啊！轉發球12-13，盧傳松嘅兩塊膠皮嘅性能唔同咧，如果杜嘉拉斯一唔小心咧，好容易就會落網。盧傳松發球12-13，唔好急，慢慢嚟。好，長嗰頭啊，呢個波削翻一板先，打佢中間啊，杜嘉拉斯打中間啊，好陰功，好，唉，整得好，喺被動嘅情況下咁樣抵過去，杜嘉拉斯手軟啊，杜嘉拉斯有啲緊張啊，有啲手軟。因為佢對手唔止一個，原來在場咁多個觀眾都係支持啊，從啊變咗佢咯。聽唔懂話知你啊！我聽落啲邊一個信心都爭啲噶。好，削翻啊！啊，呢佢咁樣嘅變化根本係威脅好大啊！對一個選手，如果繼續咁樣落去就得啦。對個選手影響好大嘅，當對方贏嘅時候咧，全場喝彩啊！好，個話好，變咗對佢嘅氣勢都係唔同嘅。呢點啊，你感受最大啦嚇！你哋足球唔係點會有主場同埋客，即係客場嘅分別啦嚇，主客分別。你睇下，放網出界，冇辦法啦，你唔笑啦，開始。我發一個短球，搶攻，哎呀，心急。啱噶，打得啱。歐洲隊都緊張啦。
佢得幾個擁躉，佢自己隊友喺度拍掌，但係呢邊就唔同啦。睇到盧傳傳嘅打法啊，變化幾多樣啊！啊！啲觀眾喺度嗌，哎呀，唔好啊！咁樣走過正手，用反手接發球，被動啦，係用正手接，冇接觸界，食一個發球，用正手加西，係拉翻一板，連輸三分，唔夠力，唔夠力。俾人連追三分啊！17-16，十七十六，杜格拉斯啊領先一分，話垂死掙扎啦，18-16，好緊張，阿松加油，係接翻正手先，頂住削一板，哎呀接翻上，好球！我都以為佢削完啦，佢竇翻上去，呢板係用反貼竇上去嘅，所以有啲上旋。好啊，追翻一分，咁啊轉翻球，17-18，咁啊落去一分啫。香港嘅選手就盧傳松，就代表就係亞洲隊嘅。加油！下旋球先，再上一百，哎呀，唔夠位啊！17-19，落後兩分，慢慢嚟，唔好心急。好。搶攻，再搶兩三板，四板，十板一板，哎呀，冇得彈啊，輸都冇得講啊，盡咗力啊，17-20，阿松，唔通真係佢黑星？多翻一板先，再削一板，好，又食食佢嗰板重下船，又追翻一分。呢板波過去咧，好沉啊，聚彩做得好緊要。18-20，好食一個發球。19-20，呢板佢係用反手發一個下旋啊！佢唔注意嘅時候就滴咗落網。再贏再贏，慢慢嚟。我差一板，竇翻過去，射一板下旋，衝佢好。20-20，連追三分啊！奇蹟出現，再上唔係話前面贏波就唔贏得噶嘛，冇規定噶。所以打波有咁多人中意睇啊，未必一定係你贏得高嗰個。臨場發揮啊嘛，哎呀好球，我走唔夠位，唔使褪咁後噶。阿傳發球都好啲。阿傳重，如果輸埋呢分嘅話咧，就係輸第一局㗎啦。輸第一局啦，竇翻過去，削一板，好。又追翻。有嗱，呢波又係沉，一跌落台就向下走啊，竇都竇唔起，板都碰唔到啊。21-21。可能杜格拉斯點啲嚟，點啲嚟。心中講啊，咁呢個香港選手真係難到。接發球好緊要，拉一板好。兩板三板，好球！哎，接八球連拉三板，第一次領先喎。係啊，標前後第一次領先喎，23-22。一直落後啊，未標前。22-21。啊，22-21。阿松發球都好啲，阿松發球，發咩球啊？猜翻板，哎呀，佢好球啊！佢衝得好啊，側身一個直線，22-22。唔緊要，杜格拉斯發球，接好發球，接好發球，係猜翻板好，頂過好啦。嗱，佢有變化就呢度好啦，佢都嚟唔切，正手咁樣拖過去個球有啲上旋啊嘛。贏一分得啦，畫塊面先，嚟一定先。有啲信心，得啦，23-22啦，再贏多一分，發一個上旋嚟噶，俾佢頂住上衝，好，24-22贏一局，
24、22。哇！真係唔簡單。咁打到啊，兩個貂蟬啊，足之咧就香港嘅盧傳松咧就以24-22咧就係贏咗第一局嘅。我稍微一齊睇街先。24-22贏咗第一局，但第二局咧就俾杜格拉斯追翻局啦，就係21-10嘅。而家第三局嘅賽事，如果盧傳松贏咗嘅話咧，就可以就係對。表亞洲隊咧攞咗呢次嘅冠軍啦，換而家調轉頭嚟講，換句話講啦，如果係啲黑人球員啊，英國嘅黑人球員咧係杜格拉斯贏咗嘅話咧，就係歐洲隊咧就攞咗呢次嘅冠軍啦。2-2平手，大家嘅心情都可以講係百傷百重啊。好射快板，好球。真有啲運，有啲贏運啊！好被動啊，已經。轉發球，3-2。拉翻成船啲板，嗱佢好被動啊，有少望過到過去。拉網啊，過。我對唔住啊，都要啦。相信盧傳松自己心中講，希望能夠係代表亞洲隊攞今次嘅冠軍，亦都希望能擊敗佢自己黑星啊，杜格拉斯嘅。佢唔諗得咁多，諗得咁多唔識打噶啦。你一定有個目的，有個理想，希望能夠擊敗佢，希望攞冠軍，係咯，咁你只係能夠係進步噶嘛，咪只能夠打擊發自己嘅內在嘅潛在嘅能力啊，打出超水準。哇！呢種好犀利上船球啊，有啲側船，暈到啦。踩花板，好再攻，好，哇！閃身側打斜線幾靚啊！呢板應該打得乾脆。贏到6-3啦，領先3分。發個短球，拉起削花板，頂住，哎呀，頂唔到啦！佢冇準備去削，如果削到咧，佢準備去削都仲削到嘅，暫停。咩事啊？阿松去抹汗啊嘛，佢又抹下汗先。呢個戰術嚟嘅。嗯，緩和一下個緊張嘅心情。有時你手風唔係咁順嘅，係要抹汗啊。唞下。唞下咁窒一窒對方嘅，而家又轉發球啦，4-6。好，邊邊嘅直線？嗱，擦邊，冇錯啦，擦邊啊！裁判都話擦邊。5-6。阿松咧，關鍵係接發球，係啦，逼翻佢直線，最上削一板，再削一板，落網。不過阿松咧，可以接發球比較弱啲，係咪？接發球差，真係弱啲，高啊！係換咗長交接好啲，係啦，又係長交接嘅，佢打到隔位，阿松關鍵都係接發球，接發球，接發球差啲，轉發球6-9，好，鬥翻上去兩板上船，好球，係要沖死佢。7-9，自己發球啊，主動啲。自己發球攞分啊！佢一到轉發球咧，啊呢個下船啊，食嘢。8-9，一定要有變化，再嚟一板，好，削翻佢先，推佢。嗱呢板係反貼，推佢噶。而家盧傳松咧打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兩邊交嚟，兩邊交嚟到倒換打。俾佢造成威脅，下船，好的起，好球，再的起一板，衝翻佢削一板，哎呀，可惜，9-10，盧傳松落後1分，
第三局嘅係要交換位置嘅，關鍵係接好發球。陶傳松啊，佢發球嗰時咧就係攞好多分嘅，但一刀嘅轉發球咧，一接發球嗰時咧佢又失好多分。好，衝翻板，兩板、三板、四板、五板，好球！哎呀，連衝五板，攻守結合嘅典型啊！又追翻，又索得又攻得，一板、兩板、三板，係好靚啊！啲波打得真係高水準。接發球定啲，係請點翻直線，控板邊呢只呢板冇講，控板邊。杜卡拉斯好似充滿信心咁喎，嚇！十一對十，因為佢知道啊，阿仲一接發球係弱啊，連失幾分啊，一接發球。佢想壓低啲啊嘛，壓出落網。十二對十，接發球差啲。杜卡拉斯啊，領先兩分。哎呀，三分！阿松話擦邊啊，冇擦邊。十三對十，冇。接好發球，點翻正頭先。哎，又運動啦，又運動啦。即係無可否認，即係從中咧亦都有少少。真係夠運。追翻一分，十三對十一。網球，網球呢個波接到都好危險噶啦。好，衝快球，好球。轉發球，十二對十三。衝得快啊！陶傳松發球。啊，到到自己發球又好啲啦。香港嘅選手陶傳松。好，發翻一個下旋，逼翻個側身。而家嘅每一分都係關鍵。好重要噶，衝佢，再衝個板斜線，可以靚，係啦，冇手軟啊，從十三對十四，又最近，一有手軟就冇噶啦，衝一板，你真會睇下，再側身打板，觀眾都嗌啊，好，哇，呢板下旋好犀利啊，十四比十四，第一次平手喎。幾次平手啦都，嗰次真係追翻平手，一到追翻平手咯。接發球嗰時又失翻分。阿成發球，阿成衝佢，衝，再衝兩板，再衝，削翻佢好，再衝，好球。唉，呢啲波冇得排。超水準啊嘛！超水準，十五到十四。雙方面都打其實其實一啲都冇打折扣。其實杜格拉斯一樣變得好嘅，不過只係咧就傳松更加變得好。更加變得好。十五對十四，盧傳松首第一次領先一分。香港嘅表現翻，俾啲觀眾睇下，削佢。呢班好重下旋啊！杜格拉斯始終都係唔適應嘅。十六對十四，我係轉發球，十四對十六。盧格拉斯發球，變化多樣。希望盧傳松能夠為我哋香港人爭啲光啊！繼續努力。冇表情。我接發球，接好咗啦已經，削佢，再上一板，反攻啱噶不過。十五對十六。香港嘅盧傳松係領先一分，江嘉良眼睇啊，其實佢係緊張。好，放個短球，哎呀，碰板邊，啱啊！十六平手，十六對十六，勢均力敵。唉，獨角頭，獨角頭，獨角頭，慢啲嚟，慢啲嚟。停翻啲先，唔使咁急，唔使咁急，唔使咁狠噶。十七對十六，又接佢正手中台呢班中台啊，削翻住先，好球，好彩削得翻住，佢接高板發球太高啦，又中台，打唔死佢偷笑啦。
接花球入啲，又一次平手啊！正手點嘅好，佢呢板發球接發球咧，阿松係用呢個長膠反膠接翻佢正手，有啲西啊，所以佢杜格拉斯拉網出界，啊呢板長膠接嘅，削住先，好西噶，佢都正啊！佢都正啊，衝啊！阿松嘅中路啊，中間啊，中間右方。哇！啲觀眾緊張到，贏幾多分啊？就係而家你路串重，十七十八。啊！杜格拉斯話：哇！以前打佢唔係咁難打喎，乜今日咁搞法？好啦，阿松發球好啲，下旋，冇西嘅，睇差咗，抽出界，十九對十七，只攞到兩分啊，連贏兩分就可以啊。阿松，衝佢兩板，削翻先，再衝，哎呀，走唔夠位啊，走得慢咗，慢咗少少，十九十八。好現場嘅氣氛，定啲，你堅料你啊！定啲，長膠，佢又追翻啦，打平喎。係啊，十九比十九啊，緊張啊！好彩自己發美球啫，冇曬，俾佢撥到。哎呀，阿松呢板都救得好，救得靚噶啦！又落後一分啦，而家邊個敢講邊個贏啊？睇啲啦，一輸埋呢分冇噶啦。好，係。好，夠運啊！打反邊出界啊！二十比二十。有幾時？阿松呢板落點都好，逼佢側身。但係會唔會好似第一局咁啦？標蟬贏啦！好接翻個正手，扇一扇腳啊！我從領先，二十一比二十。扇一扇腳，都好。我仲發球喎，贏埋就搞掂啦。好冇西嘅，再抽緊。哎呀，大意啊呢板。二十一對十二十一，一碰出界。又錯失個機會。好接得好，又出界。二十二比二十一落後。哎呀，真係咪峰回路轉先而家啊？個機會又落翻啊杜格拉斯度啦。勢均力敵，唔好輸啊！松，定啲嚟啊！咁多香港人睇住你喎，大家支持佢嘅。削翻板，換咗板貼擋過去呢板上旋啊！又一次平手啊！又一次平手，又係挑戰啊！第一板係長膠削過去，第二板換咗板貼擋過嚟，係削變咗上旋，所以佢唔適應啊，撥出界。阿松搶，哎呀，換板換唔切啊！轉板轉慢咗。點啊？個機會又落翻杜格拉斯度啦。自己發球。杜格拉斯只有贏埋呢分嘅話咧，咁啊歐呢個杯賽嘅團體杯賽冠軍咧，又落咗去歐洲隊方面噶啦。拉一板，好衝，鬥翻過去先，上旋，再鬥一板，削住先。好，呢板射得好啊！我諗住啊，重死啊！啲牛哥啊，走到失曬位啦嚇！南泥不亂，哇！呢幾個南韓選手喺度打氣啊！我近年嚟都未睇過咁高。二十三對二十三，又再一次丟錢。削一板，再削一板 ，cut 住佢先。卡住中路，
鬥翻過去雙旋。哎呀，好球！冇得講啦，呢板打得靚啊，呢板直線打得靚，冇得睇，冇手影睇啊。24-23。24-23。我睇司令先，阿松發球下旋啦，冇西，我都睇錯，又丟潮24-24，24-24，佢話擦邊啊，佢話邊度有擦邊啊，連行嚟啦，冇擦邊，裁判話俾你聽冇擦邊，佢話個波擦邊啊，佢想贏啊，係想贏。25-23梗係冇啦，盧傳仲話冇。係啦，24-24真係差好遠啊！阿松接發球似好啲啊，好篤翻翻直線，削住先，攻佢攻佢，哎呀，幾多？25-24，咁就杜格拉斯領先一分，贏多分就得啦。25-24，而家杜格拉斯係領先一分嘅。阿松呢球波輸埋就冇噶啦，好在25-25，又25-25，哎呀，再一次。六死垂手啊！你買邊個？令到啊，衣冠全場嘅觀眾咧如痴如醉啊！喺呢場比賽喺度。阿松接發球，點掹直線先，鬥翻佢削翻一板，攻佢，好，夠膽起板啊！我服咗佢啊！25-25，盧傳松，香港盧傳松，只要係攞多一分嘅話咧，就可以贏咗今次嘅歐亞杯嘅冠軍，團體冠軍。哇！江嘉良笑啦，哇！滕麗加油，滕麗加油，頂住佢。如果叫我發咧，我一定反手發一個下旋，對啦，下旋拉起削一板先，再削一板，哇！好嘢，27-25啊！好啦，足之咧就係第三局27-25，香港盧傳松贏咗英國嘅杜格拉斯，咁啊總分咧就係5-4嘅。5-4就係換句話講，就係亞洲隊咧攞咗今次歐亞杯團體賽嘅冠軍。